请问你是不是有想要追回蔡卓妍？我很少这么后悔哦，请一个嘉宾上来了，这应该是龅牙姑还有陈培勇最后一个业配。你的老板对你好不好？不好。我们做人是很坦白的，像我很讨厌你国王。所以你是卑鄙成为新加坡人、啊？没有没有，啊、你不要害我。他每次这样轻轻就说，你是 enjoy 的啦，爽。带你去见一个 JB 知名地头蛇网红。哦你不是不喜欢他的吗 ？OK， 然后我们 set 完就有。大家好，我是培勇。众所皆知呢，我是一个很爱欺负龅牙姑的人。但有时候午夜梦回，半夜打雷，我的良心还是会痛一下。我就觉得不可以一直在这样欺负他。啊，终于机会来了。昨天呢，叶佩来了，没。昨天呢，龅牙姑就 text 我了，他就跟我讲，哦，朋友，我要回去新加坡，可是哦，机票一直买不到。我跟他讲，没关系，你不用买，你就让我亲自当你的一日司机，载你回新加坡。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就诞生。接下来，我们换衣服出发。Hi boss。那不给书包都给你。Driver 已经有了。哥，这一次要隆重介绍的下一位重要人物，是我特地去到 Thailand 请回来的 Pattaya No.1 Massage 师傅。我们让我们的龅牙姑可以从 KL Massage 到 Singapore。Let us welcome our Pattaya No.1 Massage Lady Boy, you know, Lady Massage. 好啊，第一卡 ，You want massage 吗？沙白，沙瓦迪卡，我是来自泰国的沙白婆。Sir, you want massage, leh? Hi, massage. Wait a minute, what the hell? Zippy. Man, you want massage?别完妆了，现在我们准备出发去龅牙姑的家。其实我约好他是十点，但我们提早两个小时八点。我们看看他还没有起床的样子到底是多么丑。原来是这里了。Waze 讲好像爆了，你看一下门牌。67是吧？不要讲出来，观众懂了。培勇千交代万交代讲过，这个不能够暴露 Jasper 婆婆的家的，是不会讲她是那个67加烂音的。你要讲出来的话，打我的了，全部来拍照了。Hello， Hello， 哎、啊、婆婆，啊啊，你好，我是 Jasper 的朋友啊。好啊，什么事呢？对，我今天来接她了喽。啊，还没有起床哦。对了对了，这很好啊，就是要她不起床。你的家是哪一间呢？红色墙壁，然后门打开那个是吗？对，婆婆婆来了，婆婆来了。Okay, 刚刚看到 Jasper 在地上睡的时候很惨，我看到不三妈木，我很想帮助他。你觉得那不三妈木是一群人去他家里帮助他，他没有房间。舔我的脚尖，我开我的眼睛，哇，吓死人哦！泰国鬼啊，萨瓦迪卡啊！你为什么开门给他？你不他叫我开，我不去开了。你这样子欺负我，我刚才完全没有，喂喂，不要，全没有，喂喂，不要，你把我，我的祖先呐、啊，你来我的家上我的祖先呐、啊！来家列祖列宗哦，不是故意的哦。保佑啊，祖先保佑！保佑 Jasper 还有龅牙姑啊，越来越红，越来越红啊！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啊！啊，晚上去找他，晚上去找阿贤，找裴勇，找裴勇。宝宝平时有玩 Instagram 吗？我跟你讲。是吗？宝宝有 Instagram 的。什么？没有，没有 Instagram。他们好像很坏了，为了什么东西都跟他们讲。那现在 Jasper 要去刷牙了啊。你们不要啊，乱问我婆婆问题啊！她84岁好啊，心脏病很好啊。你都害我，我跟你们讲啊。你懂我是谁吗？不懂去谷歌、啊，也未必谷歌到的我这种东西。阿孙女啊，孙女啊，嗯，哇，哎呦，
每一天看到这个照片哈到啊，嗯，对啊，婆婆就是很喜欢，啊，所以在放在门口。对呀，啊。Jasper 是你第几个孙？大孙。大孙，最大的。最大的。这个是 Jasper。新闻员的时候。这个是 Jasper 啊，嗯，哇哇，好清秀哎，欸！他小时候很可爱呢，可爱啊，嗯，他长大是也可爱了，嗯，呀，可爱可爱。龅牙姑就是典型在家乖乖的，在外面是 bad bad boy， 怕平时这样鬼时间，他在婆婆心目中还是一个乖孙的形象。而且这样多孙都没有放照片，只有 Jasper 从幼儿园照片到那个这样大这样丑，看到都吓到嘞。可是啊，婆婆真的很爱他，嗯啊婆婆，啊，你不会觉得她很恐怖？什么恐怖？她讲我漂亮，啊，漂亮。现在我看看一下，好像男，啊，男来的哥。你以为她是女的？嗯，我以为是女的。男的，他要去泰国，嗯，没有钱 ，budget 不够，坐 budget airline 回来。你们两个给我积点口德啊，不要装一下。你懂他是谁吗？懂，我是他。谁？哎呀，叫什么名我忘记了。我忘记了。婆婆，你认识哪一些明星啊、网红啊？你认识哪一些？林德，林德荣，啊，你看，李国，李国煌，哎呀，这个很重要。梁志，梁志祥，啊，自己就可以了。赖宇，赖以涵，哇。这个，来最重要的，一二三，陈培，陈培，啊，陈培，陈培 ，sorry， 我的婆婆只知道 international 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带 Jasper 回去新加坡了。嗯， okay? 好吧，好吧。所以你会想念他吗？会，他会来，我想念他，他会来。哎呦，哎呦，哎，抱抱抱抱，哎呦，哎呦，哎呦，要常回来呀，啊！啊，龅牙姑跟她婆婆真的是很水的，你看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很 kiss 啊，我都跟我外婆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亲密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应该很少见，但这个人一定是没有怎么回家，所以才这样子久久一次对外婆好。你看这种人，哟，婆婆，我们要走了啦。好好好，慢慢跑。你一个人在家小心啊。啊，好，你们也这样小心。Okay, 你我们走之前你要跳舞给我们看嘛。你不要先开门，我们要先看你跳舞。老了了，老了一点，不大会跳了。是吗？你以前是有在教学生跳舞的？哎，有。你是教什么舞？排舞。排舞是怎样？排舞是什么？拉丹舞、排舞是整排的，好像十多人，十多人、二十人都一样的。叫我婆婆跳舞，我婆婆啊，从来没有跳过舞给别人看呐，是要收钱呐。你有婆婆这样 cheap 的吗？通常是怎样？恰恰舞那种。十字步。排舞不是这些的。排舞是怎样？我没有。等一下我去那边练习一下，我才可以。OK， 可以。因为我整十年没有跳。哇！练习生的感觉，还要呈现最好的样子。来了，看没有？掌声鼓励！我们有请婆婆的 comeback 舞台。五六七 go！ 哎呦，三七八，小心说话啊！他通常是播什么音乐？龅牙姑什么音乐啊？嗯，我都那些我都忘记掉什么了。八十多岁，讲十多年没有跳舞，很紧张，很紧张。我要去旁边旅游社，他就是哇，很 cute 呀，宝宝很 cute。为了呈现出最好的状态给我们看 ，respect， 我觉得这个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长辈真的要活成这个样子，就人生更快乐。哎 ，Let's go！ 哇，你等下先。很美啊，你说。哎呀，不是我的，老板的。哇！哎呦！哇！我们这条街的狗啊，今天放出来，因为听说你来了。我觉得他特别兴奋，你的。这里的狗都跟你很像。跟你说，追自己的尾巴走，哇，跟主人一样。你看教育多重要啊！他叫什么名字？嗯，我看心情啊，拜一还叫孟红。拜二叫 Sally。拜二。OK， 反正他以为今天是拜三，他叫 Lawrence。Lawrence。啊，拜三叫 Lawrence。Lawrence， 出来啊 ！Lawrence， 开这边。
哇哇，我真的不会嘞，宝贝嘞，不错。Olin Carlo， Are you ready？ Very good， very good。你的车很好啊，这个不是我的车，这是我们金主 Carlo 爸爸为我们准备的车。看这节目的朋友，如果最近想买车，郎准的听完哥的介绍，可能你会有所改观。Carlo 是全东南亚 number one 售卖优质高质量二手汽车平台，在马来西亚它不叫 Carlo， 它叫做 My to Car。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强呢？因为在这里的每一辆车都是透过严格的160项专业检测与翻新，所以你绝对可以安心带走一辆完好如新 Carlo 还有 My to Car Certified Car。Carlo 真的会。非常的强大，他们的业务范围囊括的国家有区域非常的广，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日本和台湾。那到底他们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呢？哥决定来一场大企划，在 Carlo 和 My to Car 的众多汽车当中随机筛选心仪车辆。哇，这里真的选择非常的多，你看这边有车，这边有车，这边哇真的很多。然后来个长途驾驶大考验，从吉隆坡开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开回吉隆坡。那到底 Carlo 和 My to Car 的车能不能够扛得住？我们一起来见证奇迹。先说啊啊，虽然他们是我的 client 啊，但是如果他们的车真的是 GG 哦，我是会讲实话的啊。毕竟 client 再怎么大，都不过我亲爱的观众大。各位观众，感谢你把节目看到这里啦。接下来要买车的朋友注意听啦，如果透过 My to Car 购买汽车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赢取价值3000令吉的 cash voucher。另外，人要保险，车要车险，你购买 My to Car 的汽车，还可以享有更新车险高达20%的折扣。最后的最后，看完影片记得到资讯栏下方去点击下面的链接去注册，就可以获得高达35%的喷漆服务折扣。先讲啊 ，This is only special for 培勇的观众。Then condition apply。出发！耶、yeah! ！你还要开心？我跟你讲，你有买保险吗？我有点怕，这应该是龅牙姑还有陈培勇最后一个月配。你有来生了吗你？买回来？没有啦，真的啦。我想要 settle 掉这个楼梨险，它太靠近我了。我们应该要 settle 掉你。signal 不是叫你拿的。它跟 wiper 跟我的 signal 平时是相反的。这个陈培勇啊，真的是那个来生是用买的，是不是？那个 signal 还有那个 wiper 都不会按，这样子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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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要化妆了，七早八早给他吵起耶。我没有一千年变丁，画眉毛，画眉毛要注意，真的，真的要小心。在我车上化妆，我不按 brake， 我还感受一下那个车的 quality， 那种感觉很重要的。我们艺人就是这样，可以在车里面化妆，可是化到美不美是两回事啊。啊，化美不美是，他主要都不是怕化美啊。没有的。那马来西亚的这些山，那马来西亚的这些山是很美的。这些山，听说你的邻居撞到你的车，我怀疑现在是你撞到邻居的车，然后你赖是那个邻居。中国报是你自己。假设呢？你的老板对你好不好？不好。我们做人是很坦白的，像我很讨厌李国煌，所以不讨厌自己老板的。哎，不要在这，他敢讲李国煌，另外一个他不敢讲。谁不敢讲？辉哥。辉哥的老板是谁啊？刚刚 appetizer 好了，龅牙姑 are you ready？ 我们来点好戏上演的时刻喽！我觉得你招架不住哦。龅牙姑，你现在其实哦，你是回去你的国家，还是你是离开你的国家？你不要害我！你不要害我！一哥来就问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哪个是他的国家？我要给培勇100分。没有，我只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也是，这也是，不要讲好问题。Some jokes don't matter。你原本是 Malaysian 吗？龅牙姑啊，龅牙姑是 Malaysian。就因为新加坡的工作，你就开始去移民去新加坡了。错。啊，来你讲。OK， 我解释，你们这个一定要剪进去。OK， 我们就剪出来。我们先剪前面那一段吧。Jasper 是4岁的时候，爸爸抓他，他不愿意了，抓他去新加坡。哦，你不想去新加坡的？我那时候在睡觉，然后他讲你上车上车上车，跟我起来，我就在新加坡。哦，起来以后你就有那个，然后我就讲我要回家，我要回去找我的爸爸，我要回找爸爸，他不要给我。
我 passport 回。哦，所以你是卑鄙成为新加坡人？没有没有，不是，是你要害我，就没有。啊，你们平时看龅牙国是很 steady 的，鸡飞狗跳的画面只有在我 YouTube channel 出现吧？ Okay. 其实是我爸爸希望 Jasper 在新加坡读书。OK 啊，我是 OK 的。你要送我去美国、中国，哇，比到成泰国，我都可以的。Okay, okay. 可是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Okay.就跟爸爸妈妈，他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啊。Oh. 然后 Jasper 就当兵了。Okay. 然后当兵的时候你要换 passport， 他没有给你换 passport。然后 Jasper 讲 no， 哇，哦，所以你不然我十八岁就可以换了。了解，所以你是抗拒当新加坡人？我没有抗拒， okay. 是因为那时候我全部的家人都是马来西亚 passport 啊。Okay. 所以你现在是什么 passport？ 新加坡。所以你现在就是回国，离开马来西亚回国？没有，没有，没有。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 ，OK， 来 ，OK， 一个生母，一个养母，哪一个才是你的妈妈？哦、好问题，好问题。哎呦，很好哎，这个形容。生你的妈妈跟养你的妈妈，哪一个是你的妈妈？现在看节目的人也是有一些是跟养母在一起的吗？啊、对。所以你是讲说？养母不是他妈妈？未必啊，有道理啊。我觉得他回答的蛮 surprise 到了，不愧是主持人。想要做我义务啊！现在轮到我送他从吉隆坡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坡。你等，我问你啊 ，OK？ 最近新闻呢、啊、有讲啊，蔡卓宜，还有王大陆，unfollow。请问，有没有一点点开心？请问你是不是有想要追回蔡卓宜？没有，你不是。蔡卓宜跟王大陆这件事情你怎么讲？全世界想听的吗？蔡卓宜，蔡卓宜，来，蔡卓宜，走你！好、哦，你现在感觉到不能了，你刚才问到这样爽。你是嘉宾嘛，我就访问你咯。没有嘉宾访问主持人的啦。我，你要做那个第一个是吧？哎，讲片话，走下坡，永远不红啊！哇，他放进去，这个东西出来，我都会剪进去。整个 video， 太幼稚了你们！我很少这么后悔哦，请一个嘉宾上来的，我很少这样后悔哦，上别人的节目。你们两个都不要后悔。既然我们都这么后悔，那我们在那边分道扬镳好不好？反正我死了吗？我拉你一起下水。哎，陈培勇，有什么东西不敢回答的？龅牙姑，这个真的很难回答。我看才多难，我都回答了，我敢去死了。OK， 我再问那个，哎，不想听这种。你现在有没有跟他联络？联络没有。我觉得我可以讲的东西就是他，我们私底下有一个小号是有聊天的，然后那个小号是很小很小的小号。我之前就在这边，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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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不小心破了一个 story， 马上 delete 掉那个 story， 你还记得是什么？龅牙姑破 ，Jasper 破 ，Jasper， 哦 ，OK， 破什么？破很多东西哦，有一个 story 是他庆祝生日的，后面有出现一个男生了，然后那个男生就帮他庆祝生日，他就Thank you baby，Thank you baby，Thank you baby， 陈培勇竟然有看我的 IG story 了哦。连陈培勇都有看我的 IG story， 你们为什么不要看呢？请follow我的 IG、TikTok、Instagram、Facebook 还有 YouTube， 订阅、打开小铃铛。我告诉你们知道我的 B 是谁啊 ？B。六 baby 是谁？他是我的 neighbor， 不是叫 baby。可是我看你出国去哪里都有他的我。那。他就是邻居变助理，然后邻居变助理，助理住进你家里，没。我很羡慕他邻居的，我真没有办法想象哎，龅牙姑私底下恋爱的样子长怎样的，可以看到这样蛤蜊的一面哦，我 cannot 了。住在我的家，然后你说我忘记带东西啊，
他可以帮我拿。哦，那远亲不如近邻 ，OK。那你这个近邻是近到什么程度？晚上会帮你盖被吗？零距离。因为我很容易忘记，有时候我去到 Apple 哈，我忘记带 passport， OK。然后我就要叫我的 neighbor， OK， 的助理， OK， 进我的房间。哦。再拿我的东西，可以再救我。哦，阿伟啊！哦，所以他每次这样进进出出，进进出出，你是 enjoy 的啦，爽爽爽！因为我不用还钱呢，我就是 free 的助理。哇！我跟你讲，观众听到一头雾水，有点像。听了，反正会剪进去。惊喜量很大。好。Welcome to Jenny！ 哎，散了，哎，散了，要睡了啦，到了没有？新加坡啊，我们才到 JB 啊。呸！我通常从 KL 去新加坡，还不到一个小时的飞机。喂，现在几点？大仙，你要 boarding， 你要 check in， 你要拿 luggage， 那这是一个过程，是不是很多时间？也是差不多。好啦，所以其实我们算是很好的 service， 而且还有 massage， 你刚才全程睡觉，他把你那个头一直弄弄弄弄。你知道那个血液已经很循环了。现在呢，我们其实已经到 JB， 然后等一下呢。过Custom？ 没有 ，before 过 custom 之前，我会先在 JB 吃一个午餐，然后带你去见一个 JB 知名地头蛇网红。网红大咖 ？JB 有什么网红大咖哦？没有人，全部 JB 人都跑去 KL 了，连新加坡的都去 KL 了。JB 还有剩呢？还有啊 ，Japan Indira， Indira。是这里吗？是这里吗？是这里。哦哦啊！肉骨茶，知道了吗？谁知道了吗？哦哦！我看到他了。你不是不喜欢他的吗？没有，这么你会找他的？哎，真的是网红大咖哦！哎，那个，我很熟的，我的好朋友啊。谁知道了？哦！我大刀！哇！我要吃唐僧肉！真的，你可以不要吓人家吗？你跟你家门口那个狗有什么差别？我他讲他，我家的狗。大家好，我是罗马洛，今天正式一点，哎，我是罗马洛。因为今天呢，我们难得可以上马来西亚一个 YouTube 的圈子，哪里？马来西亚一个 YouTube，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所以啊，我们呢穿整齐一点。这样我难得请到你，可是大哥上半身形象，下半身是什么？你下半身是没有。啊，阿嘎阿嘎一下就好，拍上面就好，不要拍下面。人家真的不一样，现在是企业家。Entrepreneur， 玩完了，你以为人家不跌多啊？从网红现在变成那个 ad。Entrepreneur 啊，人家现在是大老板，有钱的、啊。Potato， 我是你粉丝、啊，我也是要做大秀啊，干爹，帮助我、啊。我跟你讲，这个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Potato。哇，你讲敢敢讲 credit 啊？哇，真的没有哦。先试看，先试看啊。我觉得你的 Mango Danny 竟然自己敢敢讲是全世界好吃，我们先让龅牙骨 try 一 try， 喝汤 OK， 先喝汤 OK， 我觉得他会，因为真正的 try Mango Danny 先喝汤是厉害的人。来，我先了解啊，马来西亚 Mango Danny 新加坡 Mango Danny 比较好吃，马来西亚 Mango Danny 新加坡 Mango Danny 比较好吃，我再喝多一口啊，他是真的比较好吃。今天我很佩服你生意呢，没有你懂懂吗？因为今天买家一格要来，哇！我 stop 完整个生意，真的，对。他今天为了我们 stop 完所有的开业，讲好听的，一直没有 customer， 他从三个月前开始 stop 了。我要来找你的时候，每个人看到你全部都吓到了。他们现在好像很 nice 很 humble， 但是他们真的讲，哎，为什么来找多玛多？我跟十个人讲，我找多玛多上我 YouTube channel， 全部人不相信。我跟他私底下真的是 friend， 我们有聊天的。大家想象不到跟看不到私底下的他，我决定等一下一一的 show 给你们看。我要问
问问题先，为什么不信？你不知道吗？应该是全马来西亚除了你不知道而已啊。他不喜欢你。喂，我们只是没有合作，不代表不喜欢。所以我们我问你，你不喜欢我是吗？哎呀，你现在知道啊？我刚刚才知道。你有没有把英文？陈培勇应该是没有路走了，老是很过气的网红，可怜了。我跟你们讲，做网红不可以做到这样，要有志气，懂不懂？不喜欢的干脆不要找，不要为了钱还要吃人家免费的肉骨茶，吃了还要讲好吃，明明又不好吃，去厕所吐，还以为我没有看到。你们要看那个 video 吗？真的会找他的原因，确实真的以前对你的观感基本上跟大众一样的。没有什么观感先，自己照镜子能懂什么感觉？你两个嘴巴，一个比一个难听，你两个真不要再做节目下地狱了，跟你讲。我真正跟他开始有改观的时候，真的是因为去低清的演唱会。那时候看到我唱歌很好听的，哎，慢慢等。我们在后台，我一个特别的那个休息室，出去的时候有一条水大大字在门口，哇，真的带他的 line 全部 dancer。哎，裴勇，裴勇，我讲完蛋了，他来，我就还要用我，还是怎样？其实我早就懂裴勇不喜欢我的，所以我就要给他知道我到底是怎样的人，塞多点人过去。海淀跟我讲话了，围住他吗？讲完了过后，他知道我讲什么，我的人才慢慢走开吗？就这样，强势一点的。跟人家讲话，那一个 competition 45分钟真的有吓到我了。首先一来，我很诚实讲，我对他的认知是停留在啊那个样子咯，什么样子？他跟那啊，真的吗？哦，我觉得啊，真的吗？你确定？谁？哇，你认识？哎呀哎呀哎呀！可如果再懂他一点，他其实也是一个你知道 ODD。你知道舞蹈学院的 founder 哇，真的啦！我在想，三个学生五个学生没有，他从他的学院出来有千多个学生，是吧？超懂啊！按摩，哎呦！当然现在那个学院已经还没有管了啦，还有 MCO， 要什么失败都怪 MCO 啦。就讲你在第一期演唱会后面啊，跟他聊天发现到这个人有很好啊，我就发现哎，其实他最近真的转型很成功，也包括传统媒体其实有在找他一起合作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有吓到是他现在真的，刚才你看穿 coat 那个样子啊。那个 ribbon 啊，整个 entrepreneur 的感觉，人家真的算是企业家。哇，哎，好彩媒体有访问我一下，不然他都不要脱口秀。我没有看到吗？过我更吓到，哎，他跟我讲，他要 offer 我做那个脱口秀，他跟我讲，他也是 event company 嘞。我就听他吹，跟我讲 event company 那种小小两个人也叫 event company， 结果他跟我讲，他办的那个演唱会规格大到周末很多大型的演唱会都在他办。哎，包括海外的一些很厉害的歌手，马来西亚本地歌手，包括比如说张信哲、巫启贤来马来西亚办演唱会，他的公司看到吗？刚开始做的那个演唱会，我想要做他脱口秀，我觉得他有那个 value， 我想要来炸一点的。结果他戏面哥太厉害，自己做，没办法，我四分钟卖完，我要买都没有。他一直以为他的爆彩联盟很好的嘛，我就看了都不好看了。哇，没有，我觉得好看。他是编剧，不要这样。不用急啊，一样的，就很像有些人觉得他的爆彩联盟好刺激，还好不了。哎，讲真啦，在座，刚才我把你捧到这样搞，其实讲真，你食物也是好吃的。嗯，然后重点就是，我觉得啦，幽默搞笑的人真的是 IQ 很强。既然都是这样聪明，等一下我们就来玩一个益智游戏啊！ Okay, 要玩游戏啊？我们玩，等下有钱先的嘛。我们就玩一个 ，OK， 二选一，谁拿走我的12800？但是哇，哎，老板的，老板，等一下。12800，我们把奖金改成惩罚，又来12800啊！这个陈培勇，你以为我会被你骗几次？上一次啊，讲要玩12800给我钱呢、啊，一毛都没有啊！这陈培勇整天用12800那几个字来骗人家。哎，你们真的以为培勇会给你钱呢、啊？他很喵的、啊，我跟你们讲。OK ready 啊，我们的接下来的问题呢，我们都围绕在跟新马有关。那个恐慌是我了吗？我输了，我给你12800。你讲啊。哎、欸，新加坡我们也很熟了嘞。那既然还这样 confident， 那我们第一题新加坡问题，我们问新加坡人，准备啊 ？OK， 紧张音乐，请。新加坡拥有世界上价值最高的钞票，请问价值是多少？那这一题呢，一看我就知道了，我是正统的。我家都有那个钱啊，那个钞票啊。这个我懂，这个你懂啊？你懂啊？对钞票这种东西我很敏感。A 100 ，B 1000 ，C 10000 ，D 88888。哇，那肯定是 D 啊！锁定答案揭晓。个八八八八不可能。
谁会选这个答案？脑长在屁股都不会有人选这个答案。原来上培勇的节目要有知识性哦，然后不懂还要重惩罚了。下次如果笨蛋哦，还是不可以来参加培勇的节目。下可以来参加。下可以。100的钞票我看过了 ，OK， 1000我有收过，10000块 ，C， 我还可以跟你们讲啊，那10000块脸是有色一下的，金色的，降大张啊。可是我可以给你一点点 tips，OK， 8年前，新加坡为了纪念50周年开国，所以已故的总理李光耀，他就推出了8888张，88888。这个我不懂你看你还敢一次讲自己很聪明，你要 follow 你的 heart， 我只是给你一点 tips。 My heart is always with you。 Oh my god， 送给你。又很像是哦，可能有限量版的咧，搞不好培勇在给我提示咧。88888，请揭晓答案。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高钞票总值是88888吗？我们巴哈的 Zoo 那个热是你们七个新加坡大。我们虽然没有七倍大，我们兑换率有3.34。自从我在 MCO 看到了一个 video， 原来还有一个人比你更安定。所以，赢的人 ，Caro 提供1年免费使用豪车的权利，胜利者就是。